人当咧进行触电翻修动作，这是高雄乡的华山游客服务中心。因为会漏水，所以利用现在游客较少的时间，为九月一号开始暂停服务进行整修了。古坑乡的华山游客服务中心，因为在做内部整修，尤其是屋顶漏水的部分，那工程已经在进行了，那预计能够在咖啡节以前能够完工验收这样子。那目前的这些，为了要让游客有这些安全的顾虑，这些安全的顾虑，所以目前我们就会把这个游客服务中心暂时先没有对外开放。大约三个月时间，游客服务中心才会重新进行开放。华山村长吴英和表示，因希望在隔壁在进行来完成，未来嘛要统合，让中心的服务会当更加多元化，来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。已经有，我已经有向那个施工单位提出一些要求，他们尽速，现在已经有很多工人在加紧赶工。看会当离开者以前，都把整个工程拢总完成嘛。啊，到时配合开者的时阵，才对游客提供更好的迄个服务方式。甲一寡游客抱歉的是讲，目前真的很不方便，啊，造成各位的不方便哦。啊，都大家要多多包涵。啊，如果以后整修过后，我嘛就希望讲会当协调阮各个协会来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。第三个月暂停服务期间，高雄乡公所除了欢迎游客直接甲公所来指教，各级嘛会当利用乡里图书馆的资源来进行查询。要取得这样旅游的资讯或是服务的话，可以请他到我们古坑乡公所农经课或是服务台。那礼拜六、礼拜天可以到我们的图书馆来取得相关的讯息。根据了解，高雄华山游客服务中心现在嘛面临无服务人员的问题，那是人员一直无找到，有可能中心会无限期暂停落去。记者王真心采访报道。